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Wolf Media 的各位观众，我的各位粉丝听众，大家好，我是尹科，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 Wolf Media 的平台相见。今天是2021年的2月15号啊，正月初四啊，正月初四呢是在我们那边的风俗是拜会娘舅的日子啊。那么这几天啊，因为就地过年啊，所以瑞安也好啊，瑞安是一个县级市。平阳也好啊，平阳也是个县级市啊，是温州下面的县级市。很多人啊都往啊温州瑞安的曹村啊走啊，因为在家里啊都比较无聊嘛啊，可能打牌啊、麻将啊、牌九啊，这都是晚上的事儿，是吧？白天呢，这个大家纷纷啊往温州瑞安曹村走。去什么地方呢？大家经常看我视频的应该知道，就是去看李强的老家啊，李强的祖宅啊。那么呢，有些朋友可能不方便去啊，那我就给大家看看啊，就这里啊，这一个就是李强的祖宅啊啊，就这一个啊，就是李强的祖宅啊。这个房子呢，截止到现在一片瓦啊都没有变更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人家老房子拆了啊，他在揭瓦的时候专门啊有就是瓦片啊专门有人去收集好的啊漂亮的瓦片啊，拿下来洗干净，冲水啊冲洗干净啊，冲洗干净以后呢啊，李强的这个祖宅的瓦片啊就是中间的瓦片啊，就自己的瓦片啊往中间放啊，别人家的瓦片，这个旧的瓦片，往就是有要补漏的时候，啊，就是往旁边的房子放，啊，所以它的瓦啊都是，你一看啊就知道啊，这个房子的瓦片是刚刚翻新的，啊，这呢是他的祖宅，啊，其实老太太李强的母亲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啊，现在温州瑞安曹村啊，应该说是啊，整个。浙江啊比较好的啊村落啊，这个文化大礼堂呢是也是大家清楚啊，也是准备送走老人的啊，所以曹村的那些老年人和曹村那些人啊对李强的好还是念着好啊啊，四车道的大马路啊，村子里面啊很少见啊，一个自然村啊很少见。专门的河水治理啊，好吧，那去温州瑞安啊曹村啊，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啊，就这几天啊，就是旅游景点啊，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齐，特别的清爽啊。这呢就是李强的这个李四祠堂啊，好吧，那这个叫文化礼堂啊，文化礼堂。很多人说啊，你为什么要拿这个说事儿啊？今天啊，可能李强的这个跟了李强19年的司机老周啊，专门从上海啊，坐了动车回温州瑞安啊。因为什么呢？这几天曹村去的人不得了啊，有些温州本地人呢还打听啊，这个啊李强的这个新房子在哪啊？李强家的那个新的房子在哪里啊？什么啊？就搞得啊李强有点那个头痛啊，这个很多人说啊，是不是这样的话李强不是把你恨死了吗？其实这个不是啊，不是啊。经常看我视频的可能会发现啊，我最近对这个强总啊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啊，就经常看我频道的可能知道啊，这个转变呢其实在于张展判刑之后。我其实内心的世界里有一些些的这个期盼啊，我期盼李强所治理的上海啊，
李强作为一把手，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上海啊，会有一些些的明智啊，会有一些些的开明，会有一些些的宽容啊，体制内的明智，体制内的宽容啊，好吧，但是结果我都没有等到。张冉是别人的女儿啊，强总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其实将心比心啊，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啊，为了追求真理真相啊，遭到这种不平等的判决啊，作为李强自己会如何看？现在啊，那今年因为就地过年，好多温州的干部啊都啊乐意去给强总的母亲拜个年啊，带着自己的儿子啊，让老太太摸一摸啊，摸一摸头啊，摸一摸耳朵啊，都觉得是有福之事啊，都觉得是有德之事。老太太呢也很高兴看到这个小孩子啊，都乐意摸一摸啊，哪怕不是干部的子弟啊，哪怕是一个真的是碰到了陌生人撞上了门啊，老太太是个行善积德信佛之人。那么在张展的问题上是吧啊，如果老太太有这样一个孙女，老太太会怎么想，会怎么看？我不知道老太太知不知道张展啊，如果知道，老太太会如何看待李强啊？我这里或许有一丝不敬，但是在张展的重刑面前，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啊，没有任何的不妥啊。好，我是映客，我希望每个观众都可以订阅 Wolf Media， 给平台点个赞，再见。